I'll shake. Hello， 我香江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我们这次玩的这个呢是《韩索罗：星际大战外传》。我们这一次有这个杜库啊，他是之前的反派啊，他现在加入我们的阵营了。哦，看他的光剑，哇，超级帅的、啊！这是谁？这是芬恩哎、欸，芬恩上前几集好像有出他的影片。哦，这个呢是丘巴卡。哦，这个是欧比王，是不是？哇，做的超像的、啊。哦，我们就刚好五个主角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这次呢要做这个千年鹰号、啊、就在我身后啊，好大魔族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地图做的好赞啊，后面还有卫星哎，下面还有机炮，对，上面跟下面都有。哇，驾驶座好像在这里，这里可以上去了。看一下后面的样子，酷哎！你看，这个后面也会发光哦。啊，我们要起飞了，看一下哦，驾驶座看起来好赞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哇，这里面的贴图会反光哎。我的头不见了哦，旁边那个是发射火箭还是飞弹的地方？切换一下哦，飞弹从旁边飞，雷射炮也从左边，奇怪，视角在左边哦。是啊，我的驾驶座在旁边看不太到。它、啊、其实在中间哎、欸，看一下晚上长什么样子好了，让我改一下。哇哦，后面会发光啊！这真的是在那个空中飞的感觉，光影效果超赞的。哦。在下面射击，上面好像没有。看那个星星啊，飞弹在上面。我们这次任务要去这个防空站啊，这个据说有这个古拉斯马还有黑兵、帝国死亡兵在这边做交易啊。我们要把这边的坏警察先把他干掉一下。他们好像在护送什么东西的样子。哎，奇怪，这边的警察都跑哪去了？那守卫的人很少哎。哟，那边居然有坦克车，一人都没有。我看到了对面啊，好多人在那边，他们是在做什么坏事啊？哎，我们开这台车过去好不好？那我们不用走太远。哎，我们的杜库好像上不来啊，坐不下了。哼。那杜库，你等一下用跑的过来好了，我们先过去哦。啊，我只会操控飞机，我不会用这个坦克车啊，完全不会用。碰撞！哎、欸，他们居然没什么反应，难道被洗脑吗？还是？但是有几个少数的军人看到我们了。先把它治愈掉一下。你终于跑来了，欧比王！快！
动啊！被我打了，旁边有护卫兵。镭射光对上没什么效果。使用光剑。他们怎么又站起来了？喂，你们几个要躲在后面啊，快帮忙啊！射得比较快。镭射光没子弹了，啊！捡到他们的枪了，我来扫射一下。趁他还没有回神的时候，放。这个人挡住了，看来是安全了。在做什么交易？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是要来轰炸洛圣都的吗？啊！帝国兵来了，快！结束我！都站在那边不动啊！快打，快点打他！把他赶走！普拉斯马的队长也太硬了吧？他血怎么那么厚啊？快，快点！啊，我打错人了！快点爬起来，快点走，太多了吧，每个都围殴，快点，我打他，啊，拿枪打比较快啊。哎，你干嘛过来？哎，为什么爆头不会死啊？还有防护罩，先打黑的。哦，好痛好痛！火神机枪扫射一下。哦，很凶哎，追着我打呢。最后一个，快，赶快破除他的防护罩！哎呦，哎呦，防护罩破了，快，打他！我要起来了！哦呦呦呦！走开啊你！对啊，乖乖躺下。对呀，哦，打得好啊！哦，刀补得真好。多一只，哎，他爬起来了。哦呦呦呦！杜库兹被打，好可怜啊！反派第一次加入我们，哎、欸，弹走，让开啊你！啊，要是过来了，拿枪啊！再爬起来就完蛋了。
哦，淹死，应该挂了吧。好，我们这次任务达成啊，我们必须返回我们的星球啊。接下来这些就让人类去善后吧，先离开这里。对，那我们这次这个韩索罗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麻烦帮我按个赞，多分享一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